是一年的，都是一年的。我有时想把其他的来看，我们有点同不出一样。比如说像有些年轻大年老的人了哈，不是单独的人多，是双双在的少。所以我也就问，还有这些当后人的，对我们也好好玩。我就说，欢喜有欢喜多。就说酒喝多啊，酒喝多，我不喝酒，钱我不钱。往年怎么都是真喜欢我晚上都要去看。那么多个事情的话都很幸福啊！我们家是五十年老字号房，我舅妈都是100岁了，有很幸福了，我要更加孝顺他们。